大家欢迎回到生活不就是这样，我是老板。我来到丹麦已经有超过半年了，小仙甚至更久。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丹麦遇到的用水困境。 丹麦，我就发现有一点点不太对劲，我的脸上一直开始疯狂的冒痘痘。原本一开始以为可能只是我还不适应，而且这边也比较干的关系，但没想到经过2到3个月之后，还是没有改善。我的生活习惯其实是反而变得更好的，而且我的保养品一直使用的习惯也都没有改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水土不服吗？水，对。 想到了水，就让我想到这边的水真的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像是洗手的时候很难起泡，或是洗手台啊、到处啊都有很多的水垢，甚至是洗碗机洗出来的锅碗瓢盆上面也都是会有一点点粉粉的垢，这些看了很阿杂的现象，其实都是跟硬水有关，所以就不禁让我开始怀疑，我的脸该不会也是硬水惹的祸吧？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产品，试图要来改善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用一些方式来测试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效吧。那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软水跟硬水。基本上，其实水中都会有一些矿物质，或多或少啦。但是它们又会依据钙离子跟镁离子的含量来决定它们是软水还是硬水。根据 WHO 的定义，如果水中的碳酸钙含量小于60 ppm 的话，那就会算是软水；如果大于180 ppm 以上的话，就会是超级硬水。这些水溶性的钙镁离子啊，在这经过加热之后会产生沉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些水垢的原因。 然后除此之外，这些钙镁离子啊，在碰到肥皂的时候，可能会跟这些肥皂成分产生脂肪酸钠，所以就有可能会造成肥皂比较难以起泡，或甚至产生一些浮渣。那像在丹麦啊这边使用的全部都是地下水，其实他们国家对于他们的用水是非常有自信的，经过了这个岩层。 各种石头的过滤，甚至不需要再额外添加氯来做消毒的，所以说直接水龙头打开直接就喝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因为是地下水的关系，这些岩层在经过的时候，其实也都会让这些矿物质释放到水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丹麦的大多数区域其实都是比较偏硬一点点的。 水这样，如果说我们来回看到台湾的话，其实除了在南部的区域有比较硬的水质之外，其实北部的水都算是偏软的水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到丹麦之后会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的原因。所以说，如果你是住在中南部的朋友的话，记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后，这样子说不定会对你有一些帮助哦。 其实硬水在饮用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它可能会对皮肤或者是头发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像我们就有看到一些研究有证实，硬水造成的这个沉淀，如果沉积在皮肤上的话，除了会造成皮肤摸起来比较粗糙之外，它也有可能会破坏皮肤的这个保护屏障，造成水分的流失。那造成的结果就会像是我们皮肤上看到的瘙痒、干燥、湿疹、皮炎或落发等等这样的情况。 甚至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啊，如果是在孩童比较早期的时候就长期的接触硬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得到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风险的。除此之外啊，硬水也有可能会造成你使用的这些电器的管路会有阻塞的问题，衣服有可能会掉色，甚至还有可能会影响咖啡的风味。看到这里，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可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在硬水比较严重的区域，有一些家庭会直接选择装全室的软水机。那它是一个很大的离子交换树脂，它的原理就是透过这个离子交换树脂，把水中的钙跟镁利用钠的方式来把它置换掉。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只是租屋的，我们没有打算要花这么多的预算在这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些比较简易的过滤方式，来试图改善看看能不能有软水的功能。 那其实你如果在网络上想要购买这种软水产品的时候，你网页一打开会看到有超级多种的过滤器，针对水质的过滤器。但有一些它会描述说它可能可以减少杂质、去除氯、去除金属，有一些甚至用比较含糊的字句会跟你说可以减少水垢的发生之类的。但是其实你都没有办法明确知道说它到底有没有办法有软水的功能。那在经过几番的筛选之后，我们就挑选了2个产品，一个是 Shower Filter， 它本身就是脸盆头啦，然后还有 Brita 的滤水壶，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同时呢，我们也买了一个硬水程度的这个试纸，想说来测试一下这2个产品到底有没有效，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很好奇啦。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来试试看吧。没错啦，所以我们收集到了3个样品。 这个是直接从水龙头收集到的水，然后这个是有经过 Brita 滤水壶的水，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买的这个 Shower Filter 的水。我们分别今天会使用2种测试方式，一个就是非常直观的，我们会使用清洁剂混到水中，然后搅拌看它的起泡还有浮渣的程度，因为浮渣就是它产生这个钙皂了。 但是我们这次选用的其实是洗手乳，有一些洗手乳它可能是有添加软水剂的，但是因为这一款算是我们自己试用过之后，起泡能力算是很差的。那为了定量方便，我们就使用这款来做测试。那除此之外，第2个呢，就是我们在Amazon 上面买到的一个硬水的试纸，做法就是把试纸加到水里面，它就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然后不同的颜色就会代表了不同的硬度，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都来试试看吧。我们就使用这个洗手乳来做测试吧。水量基本上是定量的，然后我们都各挤一下，然后我的手会在里面进行搓洗。然后我就直接在这里面搓洗手，然后看泡泡产生的状况。那我们也是要定量，好，那我们就搓个100下。 所以洗完水都流光光了，好好笑。我们都洗完啦，然后现在就是3杯。其实我自己在洗的时候就有一点点感觉，就是使用这个 tap water 洗的时候呢，会比较有一种粗粗的感觉，可能是它的沉淀已经开始产生了这样。如果以这个气泡量来看的话、目前看起来确实，使用 shower filter 的那个泡沫好像稍微多一点。 而且，如果我们从侧面看的话，这个 tap water 的水好像比较浑浊，可能有一些浮渣跟沉淀的产生这样。那这2个的话就比较没有产生的泡沫量来看的话 ，shower filter 它好像又更好了一些些，看起来是这样。我们刚刚在做这个测试之前呢，就已经先使用我们的试纸来做测试喽。 0到425的硬度，前面看到的这个丹麦的硬水的地图的话，应该都是有在这范围内的，还没有使用过的嘛，就会是相当于它最软水的颜色，因为它等于就还没有侦测到任何硬水中的这些离子。这个试纸放下去2秒就要离开，然后稍微轻轻的甩动，把多余的液体弄掉 ，hold 着它大概15秒，它就会显示读值，直接拿出3个，然后。 一起放下去，然后一起读秒。好，那我要准备放咯。1、2，甩。1、2、3、4、5、6、7、8、9、10、11、12、13、14、15。好，然后这时候就来对照咯。怎么办？你没有看出来什么不一样吗？我怎么觉得我看起来长一样啊？ 1、2，好，然后我们就放这个水，看看颜色。这个试纸啊，看起来没有到那么明显的有差异，可能它们的程度都不至于到影响这个水的硬度到可以跳色阶，所以从试纸上是看不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买的这个试纸不够准确造成的，对。但是以实际上使用来说呢，我们还是觉得有经过这个软水功能的过滤器。 一个是 Brita 滤水器，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使用的 Shower Filter 的滤水器，这2个我们觉得都是有一点帮助的。好，那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吧。基本上最大宗的硬水软化的方式啊，它都是使用离子交换的方式。所以如果说你买到的市面上的过滤器， 它单纯是使用孔径来过滤的话，它可能可以过滤掉一些杂质，或者是氯，或者是一些金属。但是单纯使用孔径是没有办法达到软水的功效的。像是 Brita 他们这个滤水壶的滤芯，他们是使用这个高效的离子交换为例来达到这个软水的功效的，所以它是有离子交换。甚至是他们还有出另外一种版本的滤芯，它是说有比标准版的滤芯更提高了 50% 的软水的功效。那但是因为我们这边买不到那个版本的滤芯啦，所以如果你们有使用过的话，也可以在下方跟我们分享你觉得使用起来的感受是怎么样。至于这个 Shower Filter 啊，它里面是含有这个电气石，利用它带电的特性，它可以有效的吸附溶液中的金属离子。除此之外啊，像沸石，沸石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离子交换剂，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希望能够购物跟软水这功效有关的产品的话，其实就可以考虑往找它的成分当中有这个成分的商品来购买，比较有机会选到可以达到软水功效的物品哦。那以我们自己真正的使用经历来讲的话，我从台湾带来的这个洗面乳，一开始刚来丹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泡泡怎么全部都洗不出来，所以就会有一种脸没有办法被洗得非常干净的感觉。但等到我换了这个 Shower Filter 之后，我都使用这边的水来做洗脸。在我这实际真的使用了几个月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的肤况真的有因为软水的这个 Shower Filter 而得到改善。其实不管它是不是因为心理作用的加持，我觉得无所谓啦，我觉得都还算蛮值得的。那我们就把我们这次在这边经历的这个软水、硬水的使用心得还有测试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跟分享，也不要忘了按下订阅的按钮，才可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拜拜。